大家好，我是力哥，欢迎来到频道。今天的视频给大家介绍深入分析优秀的勾斗项目更新。通过物理掉落，玩家使用有限数量的字母触碰到信号，开发者表示游戏受到一款叫做 Super Type 的游戏启发。实现方式就是制作林中的钢铁的场景，然后再按下键盘按钮时初始化相应字母，并绑定到场景中的位置上。游戏的机制有点意思，不过感觉有点费脑。一个类似于阿卡姆系列的战斗系统，玩家像玩偶，给人一种怀旧的感觉。开发者表示将持续改进这个战斗系统，希望将其与星球大战系列的战斗机制结合，所以使用勾斗制作 3D 游戏也是完全可行的。像当初第一次看到阿卡姆的战斗系统，真的是惊艳万分。一个魂系风格的游戏，开发者也制作了一个可玩的演示版。社区成员对游戏的流畅性和美观表示赞赏，游戏的场景搭建真的很有感觉，不过可惜没有看到战斗的部分。作为一个 teaser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如果作为游戏的宣传片没有包括玩法，那就不行了。一个类似于疯狂出租车的游戏，以清雪为主题，开发者向社区征求游戏名称的建议。如果你对这个游戏的美术风格感兴趣，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开发者的油管频道，里面有相关的教程。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种轻松解压的游戏。开发者制作了第一个商业游戏，并分享了死亡动画的效果，大家建议添加一些血液飞溅以增强视觉效果，以及对动画的速度和过渡进行调整，让玩家有足够的时间意识到角色已经死亡。为什么说游戏开发的工作量很大？就是一些小细节也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调试，以获得更好的效果。开发者分享的 UI 界面可以看到了一些动画效果，增强互动时的响应。不过主菜单在按钮旋钮时变成矩形，看着有点不协调。如果你用的是 Unity， 可以考虑使用 DoTwin 这个插件，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这些效果。开发者分享了一个原型，玩家可以在其中编辑角色的代码，通过有趣的方式来交手编程。每个块都有个 GD Script 的代码属性，玩家的输入会编译并插入到玩家移动脚本中。他提到未来将需要进行错误检测，因为任何 GD Script 的错误都可能导致游戏崩溃。大家建议使用内置的编译器来验证代码，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一个很有创意的项目。开发者展示那个游戏机制，角色可以在不同的空气和液体层中穿梭，有点像蔚蓝里面的某个关卡。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独立游戏也会对之后的项目产生影响，所以你可以随时借鉴一些优秀的机制，只要符合游戏主题就可以了。以上就是本月我为大家总结的勾斗优秀项目展示，如果有你感兴趣的内容，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开发者，我会把账号信息放在简介或者置顶留言里面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有趣的游戏开发项目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并且一键三连，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次再见。